9月7号，圣马力诺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告别夏季高尔夫球比赛，比赛在西可文纳南山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举行。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处长夏吉昌为大赛开球。洛杉矶万年青球队、南加州高尔夫球联合会、南加州台湾旅馆业同业工会球队应邀参加了比赛。长荣航空和中华航空分别为比赛一杆进洞捐赠了洛杉矶到台北的商务舱往返机票。那我们希望借着今天这个比赛啊，我们所有这个在南加的热爱高尔夫球好朋友能够交流感情。当然很重要是我们9月23号马上就要举办我们国庆杯高尔夫球比赛，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比赛可以当做国庆杯之前的一个热身赛，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今天下午阳光，享受今天的绿地，享受今天友谊的气氛。圣马力诺高尔夫球俱乐部每10天就会有一场高尔夫球训，由会员们轮流安排，以娱乐健身为主题，赛后再小酌几杯或高歌一曲，以活跃大家的业余生活。邱伯伟自去年年底接任球队队长以来，不断创新，组织了多场活动。我刚接会长的时候，我就带着大家到加勒比海坐游轮打球，大家都玩得很高兴。那今天呢，是我下个月要卸任了。卸任以前呢，我在这里，这个 South Hill 的 Country Club 呢，举办了一个比较盛大的球序呢，有很多友队都来参加。比赛结束后，晚上7点举行了 Wave Party。南山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主厨特别准备了特色美食美酒，大家身着白色服装，在美妙的音乐伴奏下载歌载舞。除了比赛获胜者获得大奖外，现场还抽出了其他奖项。皎洁的月光下，大家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华夏电视台记者西可文纳市采访报道。